我甲好话啦，嘿啦，伊叫做黑鱼啦，黑鱼，黑色的黑，鱼王的鱼，迄是伊的迄个外迄个封号啦，伊的网络封号，黑鱼封号，对，啊，你知影嘛吼？系啊，啊，我拢甲叫乌鱼的啊，啊，伊讲叫乌鱼的敢无？我乌鱼的袂歹啊，哎，我乌鱼吼，乌鱼的迄个卵有无？哎，乌鱼子啊。大价发的了，迄一片拢要几千块的了，对啊，所以讲吼，迄乌鱼吼，表示讲吼，伊高级的，对哦，伊高级的，啊，伊个龙眼嘛足厉害的了，对啊，嘿啊，伊个龙眼吼，十台机啊，落去拢清清清，是，嘿，所以囡仔收到伊个龙眼安尼吼，制作过安尼影片看起来好够水的啦，对啊，嘿啊，大家拢水落落，像我这下金花吼，安尼吼，迄个恐怖恐怖啊吼，唔看水水啊，哎，落起来够我那袂歹。所以讲我真爱看伊落个片安尼啊，啊，即摆吼，我若安尼食久无快，我拄着我就甲问啊，我咧问讲，哎，奇怪，啊，当时有龙眼无看到迄个影片安尼，伊讲啊袂咧，啊袂咧，足无用的，哎，伊足无用的，伊其实啊要做水电了，暗时啊咧做业余的吼，即录影师了，嘿啊，我甲你讲，你明年会使去考执照，嘿，你考执照吼，变职业即个录影师吼，人伊若哎，即摆娶某拢有迄录影师啊来翕相安尼。我感觉你嘛会当去考迄个啊，至少甲考好咧，搁加一条通好赚安尼，哎，安尼嘛袂歹了，对啊，因为每一个人兴趣无同款啦，哎，以前吼，咱唔知影想讲啊，遮粉丝朋友来遮吼，吼，拢对小姐咧走摊，遮可能拢无咧做工过，结果哦有了，哦，人伊咧工过，有诶拢我咧足厉害了，有诶工程师了，哎，有诶设计师诶，哎，啊有诶吼，即个做吼大师了，哎，啥物款诶，即个头脑拢足有啦。是对啦，啊，所以讲吼，爱看辣妹，爱听歌，这嘛是因的兴趣啦。啊，因为呢，这么啊侪好朋友来吃，啊，都风凉凉啊，有椅啊椅啊，家己来坐，有提椅提椅，家己来提。啊，咱大家吼，加减听一只歌，轻松一下。若讲听歌吼，爱听歌的囡仔吼，袂变歹，会长智慧。对。因为歌吼，伊有迄，敢若袂输吼，人讲的吼，有这灵魂感官吼，嘿，互你安尼吼，智慧会开。对。哦，智慧。若开啊，哦，我讲你做头路吼，金文财宝就装到一大堆，对，互咱这朋友大家有咱吼，知府千岁王爷公的保庇加持，不管你行到倒位，你做啥物头路，拢总会当做顺事啦吼，啊，特别甲恁祝福，感谢你，谢谢你，来，即马再来安排，想安排五月十一，来，五月十一，好，来，轻松老师的歌曲，快继续听吼。来，谢谢阳光，星星你温暖。